最活泼、最热情、最好动，就是我哦一哦。我不只喜欢动物，连植物我都很喜欢呢。可是每次只要想到这些植物要凋谢了，我就觉得好可惜哦。啊，我想到了一个好方法，把它们做成干燥花，就可以永久保存了。哇哦！哇哦，有幸来了。Hello， 我是 Ellie， 我要问欧伊欧，为什么含羞草一碰就会合起来？可以告诉我吗？哇，含羞草好害羞，真可爱呢。不过，为什么含羞草会合起来呢？让欧伊欧来告诉你吧。姐妹们，你们看，这御花园的花儿都开了，正是赏花的好时机了。没错，今年花开得正美，当然得好好欣赏欣赏。嘿，听说大王正要来御花园的路上，说不定我们会遇见大王哦。哎，这爱妃们今日也有闲情逸致来到御花园赏花。见过大王。大王，听说今年花开得正美，当然得好好欣赏欣赏啊。怎么学我说话？这不是刚刚我说过的话吗？这爱妃们都喜欢什么花呢？大王，您看这牡丹，牡丹花开富贵，甚是吉祥。这牡丹花看起来富富贵贵的，花开吉祥，开得好，开得好。大王，您看这蔷薇虽然有刺，但依然开得娇艳无比呀。这花虽然有刺，不过还是得小心点。众贵妃，小心这花有刺，别被刺着了。是的，是的，大王。大王，您看，臣妾爱的是这个。这不是花，应该是草吧？没错，大王，这个呢就是含羞草，这跟臣妾一样害羞。不信，大王您可以摸摸看。哦，这草真特别，一摸就整个合起来了。含羞草会合起来是因为它有膨压作用哦。因为啊，含羞草叶子的细胞里面有很多的水分，当我们轻轻碰到它的时候，水分就会跑到别的地方去。这时候的含羞草的叶子就会像泄了气的气球，垂下来也就合起来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真是奇特。而且啊，含羞草生长的地方很容易会有狂风暴雨，一旦碰到风雨的时候，含羞草就会合起来，避免风雨的侵袭，来保护自己。大王非常喜欢这含羞草，太特别、太厉害、太特殊了。大王，您喜欢哪种花呢？大王喜欢这牡丹花。这牡丹花看起来雍容华贵，就跟玫瑰妃一样呢。大王，这就是要送给您的，希望您天天都拥有这牡丹的喜气啊。玫瑰妃真的是眼光太好了。大王，是您品味好啊。果然大王眼光好，选花不选草。哇！哦哟，这样大家都知道了吗？含羞草啊，其实是一种很有趣的植物哦。对了，上次我做的干燥花，不晓得成果怎么样呢？来看看。我的花呢？我的花呢？为什么只剩干燥草 ？My flower。小木屋，我拿大扫把，马上在
吃饱，早餐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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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饱，吃饱，活力来报道，吃得美味，安心又满足，让人长高高。早餐最重要，营养不能少，吐司蛋饼香煎鸡腿堡，一天开始要吃好。早餐吃得饱，吃饱饱，精神元气好。耶！早餐吃得好，红加红加，健康身体好。好啊！爸比最爱吃，最棒！妈咪喜欢吃，吃下泡。我们都爱吃，真棒！早餐要吃饱。橘子姐姐，给你猜这是什么动物哦？嗯，狗狗。答对了，那你猜它是谁哦？汪汪汪汪汪！我知道，是最可爱的天才阿呆。哦，很厉害耶！那现在就一起来欣赏这首《天才阿呆》。小朋友，喜欢今天的优点点名吗？希望今天的优点点名可以带给你好心情，也别忘了睡觉前给爸爸妈妈亲一下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，嗯啊，拜拜。小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柳丁哥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欢迎按这边有一个订阅键，按下去就对咯，这样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了。那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更精彩的节目的话，可以按这边，等等，有很多精彩的节目哦，要常常上来看我们哦。